肩好了。其实我那个脖子痛不是真的脖子痛，大家一直说脖子还好吗？大家一直觉得我是真的脖子痛。谢谢吉米粥的石头。大家一直说我的脖子还好吗？可是我现在全身痛，我现在全身酸痛，比脖子痛还糟糕。早安，今天都在台北的感觉，没办法。早安，昨天练习辛苦了。辛苦了，馒头直播不会练习过度，只要用力就会全身拉伤。我的问题，天傲讲 love。两胜两败，谢谢魔法棒。对啊，跟平时的感觉不一样，用力就会全身拉伤。今天这边很酸，这边很酸，然后大腿很酸，小腿很酸，屁股很酸，然后腰很。背很酸，偶尔顾好了。这个叫做有运动的，有运动的证据，就是全身酸的。所谓的全身酸痛。反正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全身酸，有早点睡，有啊，我直接从十一点，十一点有这么晚吗？应该不止，应该早一点，好像八点，还几点？八点多，我破完现实动态之后我就睡死到早上，所以我整整睡了快12个小时。为什么工作加油嘿？早安，吃到没多久就挂了，因为吃太饱，所以就很不舒服。然后就想说躺在床上休息一下，然后滑了一下手机，就发现超想睡觉，就是这样滑两下就会这样，然后滑两下就会这样，我就想说算了，那我就去睡觉。去睡觉了，嘿，吃太饱，真的吃太饱，真的整个很想，不舒服。Hello， 周佳宇，睡满12个小时，越睡越累，不会啊，就是睡得很饱，越睡越累，也是还好。睡眠时间有点健康，超健康。排骨酥面这么饱？没有，其实我们可能练到2点，然后我们3点多去吃了意大利面，然后还什么？我们四个还加点了一个什么巧克力的披萨，然后就吃完大概3、4点，然后就逛到6点。然后就又去吃了晚餐，这中间只有2个小时可以休息。开好早，开好早，那你为什么起来了？起来干嘛？谢谢贝卡的剪刀，
是我们先去一家意大利面的餐厅，然后他有棉花糖披萨，然后后来就在西门逛，然后就又去吃了排骨酥面。Hello， 吴奇慧。突然，早安！我现在全身酸痛，我刚刚爬起来发现我爬不起来，所以我就整个人，整个非常的痛苦的爬了起来。难怪我昨晚都没有翻身，可能身体太酸痛，连翻身都没有办法，被自己痛醒。所以我昨天晚上全程都是同一个姿势，直到我早上想要起来之后，发现我起不来。早上好哟，音组成员都很早起，不知道为什么。平常没有什么人来看我直播，今天难得有人，动不了。看我今天可以摊在这边整场直播，可是我今天晚上还要练习，我觉得我跳不起来，我现在全身酸痛，我非常的担心。睡太久了就行了。昨天我们吃饭嘛，然后吃完饭就是想要休息，所以就坐在店里坐很久，然后坐很久之后想说好，我们应该该走，然后我就站起来发现很痛。肌肉酸痛，我有贴啊，我有贴，大家都来了。可能是音组魔鬼试炼，不是，是大家一起，全部的人，用我的生命，贴腿我贴满了，可是我本来想说要贴满，但是我想说就先贴几个就好了，我就贴了这两边各一个，我本来是想说小腿要不要贴，然后就是屁股那边要不要贴，然后我贴了这边，呵。看不到，是不是在想要不要再贴上面一点？觉得这两侧好像该贴一下，所以就先贴了。跳到一半看见一道白光，我昨天跳了一半，然后就觉得怎么过得这么慢？手勾得到吗？勾不到，勾得到。这边也很酸，这边很酸。就是约早点嘛。然后那次昨天结束完之后，我就跟陈建他们说，因为西门不知道为什么就超多那种脚底按摩，很多那种店。然后我们就说，我们要不要去做一下全身按摩？有没有推荐一下？太多了，根本不知道哪一件，重点是都很贵。好痛！全身酸痛的时候被按摩会超痛的吧？就是连轻轻的按都会死。肾腹腹，我有100场肾场，反而很痛，越按越痛。每天酸痛就每天去按摩店报到，真的是按摩店很贵啊。早安啊！其实昨天练完就有感受到那个肌肉疲乏。全身无力，是啊，有魔法小卡，推荐的，谢谢周佳玉，
周嘉裕为什么有这么多浪花可以收？然后我还淤青，就是这里两块，这里两块，然后这里两块。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淤青在里面，但这个地方超诡异的。通常淤青不是都在这边吗？然后我昨天把裤子换下来之后就，啊喷大呼，跪地板吗？可是跪地板就是用这边跪的吗？我之前都是这边，膝盖脚这边，偷氪金，谢谢贝卡。久了就习惯了，内八鬼就是要带呼吸。然后我就跟阿帆说：“啊，你不是带了，你为什么不穿？”他就说他没有，他忘记穿。哈哈，昨天、前天，你撑很久，撑很久，一大早就把它丢出去了。存了很久，哇，这个真的是存了很久。谢谢周嘉裕的系统。我来看我可不可以赢周嘉裕，但是我觉得系统不会让我赢。哎，我赢周嘉裕，平手。我赢了阿潘一次。一箱护膝去发，对啊，膝盖也淤青，可恶，输了。阿潘晚上是要直播吗？不用，那为什么这么早起？今天礼拜几啊？今天礼拜，啊，今天礼拜一是吗？结果我还是忘记买大头菜。谢谢贝卡的剪刀。线上热身赛，阿潘明天直播。我们要练习要怎么播？我想说晚上要练习哦，晚上，那晚上练习前直播，还没财富自由，谢谢季风亮的枫叶。练习是直播，大家一起不用播，没买没压力。没买没压力，没买就不会有负债的压力。我还是去跟肉肉要钱好了，去跟肉肉可不可以赞助我一些？我没有钱。然后他就会丢那个很多很多袋给我，他就会丢很多袋给我。海里游泳就忘记。不是在撒钱吗？其实我的钱也没有很多啊，因为我就是一个不想买大头菜，但是大头菜就是一个赚很快的东西啊。对，是装满的钱袋，99000，一直买东西。天就会一直跟着价格上上下下，听说他们都会去找什么网络上有谁的岛比较多就会去，但是我就是觉得我没办法跨越那一步，我就放弃了。买几次就能一堆钱，我现在银行里还很少，我觉得很少。然后我的房贷一直不还他，死都不想还他。找他们呢？带菜哥来撒钱去。这一岛卖一卖就好了，但是我每次都是赔。
要朋友才能玩的游戏。光牛星，光牛星是什么？谢谢飞行青蛙的玫瑰。可恶，太可恶。背着房贷。等我一下，都不还了，因为没有钱还了、啊。上星期菜价500，我有一次也是500，然后我还特地去群组说，我就特地去我们的一起导群组说。说，哎、欸，我的岛上卖500块，然后阿凡就跟我讲说，我已经卖掉了。谢谢阿凡的剪刀，谢谢阿星，拜拜拜拜，出门小心黑。错过赚钱机会的，我那时候很后悔，我为什么没有买很多这样子。阿凡看起来就很有钱的样子，可是我很久没有去过其他的岛哎，都不知道他们打造的怎么样。我一直在等他们什么时候要邀请我去他们的岛玩。贷款，谢谢花生的剪刀石头布，布布布刷起来，去别人的岛卖东西，可以不是吗？可以不是吗？一直都可以不是吗？我以为一直都可以。花生尬起来，主动邀约，我主动，我说阿潘要不要开导让我过去这样子。最近都只有自己玩，没有，我最近都是说，哎、欸，有没有人要玩？然后永远出现的就是只有肉肉，然后其他就是已读5、已读6、已读7这样子，然后就是没有人回我，我就好吧。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跟肉肉两个人在岛上这样挂在岛上。可是其实人多的话就比较好玩。蜂巢一个，不知道，我觉得应该是，因为我不知道哎，感觉柏林很久没有玩。最近还在玩的大概就诗雨、诗雨潘、肉肉、易云，听说。林姐有在玩，然后肉肉邀了她进去一起导的群组，然后还不知道有没有机会看到她的导。嗨，友情组还是边缘？你家姐妹呢？不知道，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里。考那个啦，考职考是吗？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可能就没有回吧。不知道他们还有没有在玩，或许他们玩其他游戏。因为还是蒙西，所以还在玩。考试没在动，不是考完了吗？家里都是蟑螂，蟑螂最多应该就2只吧，会有超多只吗？谢谢阿基拉的石头。考职考，都蟑螂，有没有办法整个地板都填满蟑螂？
去别人家潜水，我有去啊，但是只有凑到两个人，一颖跟柔柔，我们一直在贩卖自己岛上的潜水衣。我的是黄色，你的是什么颜色？然后就说，哎，帮我带几件，然后我们就带了超多件，然后去别人的岛上送，赠送。还没出现蟑螂过，你也不知道，真的还没出现吗？为什么？我以为它就是每个人的都一定会出现，都是蟑螂那个，然后还会跑这样子。你的是红色、红白跟米索色，为什么有两个颜色？要打扫呀，要怎么打扫？是可以打扫吗？谢谢北原神奈的魔法棒。哔哩哔哩跟哔哩哔哩这么忙还能玩游戏也是很厉害。他现在不忙了，他不是，然后最近就减少了很多。不然之前群组全部都是滴滴五二滴滴五二记事本充满滴滴五二的工作，大概每一天去的感觉。猜起来，猜完了，看一下，这样到底有没有算剩比较多啊？我赢了阿潘两次，只在意这个，只在意这个。充电。嗯，不然他们在庆功宴是庆什么意思？胜率还是差不多。赢你不少，谢谢阿希拉的石头，祝潘运缠身加雨，我的只有黄白吧。谢谢傲强 love， 好像庆功宴没吃吧？谢谢傲强的 kiss 啾啾，我的卫生纸用完。庆功宴没吃饱，庆功宴这么多东西会没有吃饱。谢谢海豚的魔法棒。我的困扰就是我想要吃很多，但是我没办法，我的胃还可以接受，但是我的嘴巴不接受食物进去。请帮我想办法。杀青了，嘴巴不接受是什么概念？就是你没有饱，但是你咽不下去，吞不下去。为什么不接受？就是你想要吃啊，但是会卡在这边，就是下不去，就吃不下去。要灌食的地步了，喝饮料好了，就是什么东西都下不去，
就是它卡在这边。常常会有的问题。喉咙觉得累了吗？没有，我觉得单纯就是吃到不舒服。买饮料，今天跟他一起去买饮料。哦，练习前的话可以啊。心理上拒绝进食吗？没有啊，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大家没有过那种经验是吧？就是先，假如说你吃一个东西，然后你吃了两口，你就发现你吃不下，然后就有一股气给我卡，就卡在这边，然后要下不下，要上不下，就是卡在这边，所以你吃了之后，就是这边很不舒服，然后你一打嗝就会这边就会很痛，然后重点就是你没办法打嗝，重点就是我没办法打嗝，只有不好吃的东西才会。但我常常会，比如说吃烧肉之类的，吃到饱，吃把肺什么的时候会这样子。食物很油腻才会，会这样气的。对啊，所以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啊，讨厌，所以我很想解决，因为我每次都想说，啊，难得去吃好料，然后我就会不舒服，我就会觉得，我就会想要立马就是躺着休息，我只要躺着我就会好。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你牛是这样子？其实我也不知道。yeah, 就是只有一股气。我的胃太不争气，我的胃被肋骨锁住了，下不去。肋骨把我的胃锁住了。不知道，感觉很亏，超亏。躺着吃好了。我可能以后要自备一个睡袋，不舒服就在地上睡，然后睡好再起来。我昨天那个排骨酥面，我剩下3块排骨酥，然后我就用了我的生命把它吃完，突然吃太好，胃不习惯，喝个胃乳之类的。其实就躺着好了，就是我之前不知道你们听不听过这个，我就是说我之前去日本，我跟我妈一起去，然后我们到了什么元素那边嘛，吃了一个，去吃一兰拉面，然后我们排队，然后我就不舒服，我说我很想吐，然后我就跟我妈出来了，就我吃了那两口，然后我妈也还没吃，然后我们就这样出来，我觉得超浪费，然后我们就出来，然后就回到地铁站，然后回到地铁，然后就是因为太不舒服，连走路都觉得我想吐，然后我就。最后就是一直在那个地铁，然后坐一趟，坐一下下，然后又下车，又休息一下，再坐回饭店。然后到饭店的那个车站出口的时候啊，我真的超想吐，真的是快要死掉了。然后我就想说，惨了，就是要在那个日本的。的满地都是，然后想说惨了，那一瞬间我先把那个等一下要怎么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的画面都想好一遍，然后他就，我就想说啊，真的就是忍不住，然后他就出来了嘛，结果出来的是一个超大的一个嗝，就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整个人就神清气爽，我就直接，然后我妈就想说你怎么，我想说哦我好好了，然后他就非常的傻眼，他就看着我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走到饭店的门口了，然后我就好了，我就这样，我这样大大老远的从那边坐回饭店就好了，然后就又，他说所以你要回饭店休息吗？我就说好像也还好，反正就是应该是起，就是不是东西出来这样。但是那就是东西卡在这边啊，但是我试过超多方法，就是我什么跳一跳，他说你跳一跳，然后跑一跑，走一走，因为等一下就出来，不然就是拍一拍，没有一个方法，没有一个方法是可以喝汽水什么的，不行，因为我喝汽水也不会打嗝，所以我就想着怎么办，就觉得，所以我只要遇到这个情况，我就觉得没有救，就是一定要回家睡觉。一定要回家躺着。对，其实我蛮常这样，蛮常，比如说跟成员吃完饭什么的，可能吃太饱或是怎么样，然后就会不舒服。大腿拉伤，对啊，其实不止这边啊，后面也是，整条腿都是。你其实，对，然后就是你这样，你就会感受有一个东西在这边，就是在这边。还是我吃饭的时候我的姿势不良，就是这样吃之类的，然后它就会卡在这边，要上不下的位置，所以我吃饭要这样子吃。平常吃太少。不然要吃太多水不行，会比身体还饿。就是我没有实际上我没有感受到我的胃是满的，就是你就觉得哦好像还好这样子，但是就是没有食欲，胃太小。不好说，前提其实胃超大这样子。我在排骨顺便吃到怀疑人生的时候，前提起来说哎我去买水，然后他就又买了饼干，然后说哎我要吃饼干呀，我就好你吃，然后他说哎陈思海要不要吃啊，陈思海说好我回家吃，然后他就给哎，小晴给你一个，他说好，我回家吃。然后他也给我一个，我说，回家吃。就是他自己一个人吃的很开心，我们都觉得佩服贤妻，太佩服贤妻。当然是我还没有吃糖果，他们吃了意大利面嘛，然后吃了那个披萨。然后又吃了糖葫芦，又喝了木瓜牛奶，然后又去吃了排骨面，然后又喝了水，又吃了饼干。现在我也想的魔法棒，所谓功。你平常有吃的，平常就是8块，然后一人2块。但是我其实吃不太下那个披萨，但是我还是吃完的。其实我没有到我很喜欢的披萨，就因为它可能是甜的吧，我就没什么兴趣。但是我还是吃完2片，因为真的很甜，喉咙超痛。
现在写枫叶，感觉好饱，塞不下。皮的尾端，我也把皮的尾端丢掉，因为真的吃不下。谢谢草莓酱，不。是切两块比较少。凤梨披萨，我吃，但是我不会点。我有得吃的话还是会吃，但是我不会点来吃。量不多，但是多样。谢谢草莓酱的猪猪泥哦。就是这么一回事。还有一个我觉得是原因之一的，我觉得比较有可能的就是我做的姿势不对，再加上可能吃饭吃太快就会有这种情况，再加上好像油腻也有一点影响，可是就很难，就是想吃肉但是又不行油腻，我真的人生困难。为什么要放凤梨？我不知道，他们就很喜欢在料理上放凤梨啊。什么凤梨鸡汤，我也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放进去还好，但是要在鸡汤里面吃到凤梨是一件很不舒服的事情，对胃不太好。就吃饭会这样吃吧，好，它就会这样缩在一块，因为我的肋骨就是卡在这边，可能是真的是卡，我的肋骨锁住了我的胃。然后就整个这样卡在这一条，直接卡在这一条，所以下不去了。夏威夷披萨，我吃啊，我吃。凤梨虾球，我吃，但是我没有很喜欢。凤梨胡麻鸡汤，我就是觉得它放在里面不影响我，但是我不会想要把它拿起来吃。我妈曾经把苹果放在咖喱里面，然后我就想说那是马铃薯，我就吃，然后我发现那个超恶心，我就跟我妈讲说你下次不要再把苹果放到咖喱里面去，我说你要调味的话就让它直接消失在酱里面，你不要把那个果肉都还留着，这样吃到真的是很可怕，你知道吗？突然会有一块甜甜的东西，我以为它是马铃薯。是常用的组合，我知道它是常用的组合，但是怎么说，感觉它应该不能，就是那个果肉不是要留在里面的东西。我是有听说有人会在咖喱里面加苹果，但是我没有。嗯，凤梨应该是要淡化，我也觉得，但是我就是不是想要加起来吃。打成泥，它是块苹果块，苹果泥是小 baby 在吃。整块应该是懒得打成泥，还是把它这样切成跟马铃薯那样大块，大概就是跟马铃薯一样，就是一块，你知道那是一块的东西，所以我就以为那是马铃薯，我就吃了，然后发现就是要软不软，要脆不脆的苹果，吃起来非常的可怕。不想吸果汁机，所以没打成你。他可能想说，就试看看，没想到这么可怕，没想到他失败。
带一个班，带一个班，但是还是有真的马铃薯的，但是就长得太像了，就是认不太出来。然后自己有吃，他吃了一个，然后发现哦这个不行，那我下次不加了这样子。他自己吃了之后，他也觉得不行。真的出来，咬下去，咬下去那瞬间你就知道。谢谢草莓酱的告白气球。实验失败了，他实验失败了。谢谢坤坤的布。现在煮咖喱还会放红萝卜，红萝卜我是没有，我是不喜欢红萝卜，不喜欢块状的红萝卜，不喜欢块状的红萝卜，那种微小的红萝卜我可以接受，不然就是切成丝的红萝卜，但是块状的就吃不下去。白萝卜，白萝卜可以，不喜欢的东西很多。我觉得我算没有很多的人了，已经我觉得。青椒也吃，红椒、黄椒也吃，洋葱也吃，秋葵吃，苦瓜也吃。觉得我算没有特别挑的人了，真的可以不行。整个呢就是跟块状有什么不一样呀，它就是块啊。谢谢剪刀，谢谢金友的剪刀，切到最碎的程度。小番茄、芋头，芋头是甜点的话我可以吃，但是芋头加放拿去煮，我就不是很懂为什么会把芋头拿去煮，就是懒懒的，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他还会把汤弄得乱七八糟，就不是很喜欢芋头。苦瓜我就觉得苦瓜我喜欢苦瓜汤，但我觉得苦瓜什么绿色的那种木瓜就觉得还好，我觉得苦瓜就是要煮苦瓜汤，就算它再苦，但是我都觉得它很好吃。难怪是会把汤弄得乱七八糟，所以你要让它不能这么烂，之前把它捞起来。而且南瓜我也是看情况，就是可能最后的最后再煮南瓜。苦瓜咸蛋很可怕，苦瓜炒咸蛋啊可以接受，但是我还是希望它就是煮在汤里面，煮到没有苦瓜的味道就可以。我觉得就是要有苦瓜的味道才是苦瓜。我觉得苦瓜就是要苦才好吃啊。苦瓜排骨汤好喝，好喝。咸蛋好吃，苦瓜就苦瓜咸蛋的咸蛋不都打散了吗？不都在苦瓜上面吗？那你只吃咸蛋的话。但是你不吃，那你丢进去看。苦瓜用冰水洗过会比较不苦。
我小时候也不喜欢吃苦瓜，但是我现在喜欢吃，觉得很好，很好吃。苦瓜汤就是很好喝啊，不知道为什么。丢进去煮汤。谢谢草莓酱成为粉丝团二级会员，二级会员做成炸成天妇罗，我没有看过。苦瓜蜂肉没有吃过，有多一点蔬菜煮汤才会甜。你就放高丽菜，就高丽菜就够了，我觉得。我曾经煮我妈煮火锅，然后就是里面只有开水，就是只有开水跟，就是不是高汤哦，是开水，用开水开始煮的火锅，然后就是放了各种菜。谢谢傲强的剪刀。正常不用鸡汤块，没有，就是开水，就用开水，然后把菜通通丢进去，什么？该不会就是开水跟盐巴，你知道吗？就这两个东西，开水跟盐巴。高丽菜、什么番茄、香菇、肉、鸡肉，然后就下丢下去煮。最清淡的那种，最清淡的那种。最清淡的清汤。就很好喝，对，开水煮高丽菜就很好喝。不太喝汤，我是会喝汤的人，所以我妈都跟我讲说，你去外面不要喝那个火锅里面的汤，她说在家里的话你可以喝。一个昆布当汤底，不然的话很肥。而且是到最，到越后面的汤越肥。外面的火锅汤不要喝。加到汤底，他就是有做过这种事。因为他知道我不喝鲜精，所以他就去买蛤蜊汤，然后把鲜精加在里面，叫我喝。洗菜汤。他的身体不好，还是忍不住想喝。这么聪明，就是要让它越没有味道越喝，才喝得下去啊。多多少少还有，但是就是蛤蜊汤的味道。你知道这个吗？这是什么来着？啊，这是磨破皮来着，是破皮。谢谢阿星的剪刀根部。剪刀石头布，剪头发了，我剪头发了。其实那个脖子痛的现实状态是想要表示我剪头发，但是没有人发现，应该是不够明显。之前你喝了一个小时还没喝完，怎么会磨到这边？就是这样趴在地上的时候，结果磨到了。说完你也注意，其实刚开头也有人注意，但是那个现实动态没有人猜得出来我真正的用意，是今天才有发现。有的人说很明显，但有的人没有发现。其实剪了这样吧，剪了大概这样，
完全没发现，那也是蛮厉害。他们都说我减很多啊，成员呢、啊，女生 不一样，女生说我减了很多，但是我自己也觉得好像还好，自己也觉得好像，我还特地卷了一些起来，看起来比较短，不然的话拉长的话，你们可能更没有感觉。一进来就发现，刘海吗？这边刘海没有剪，刘海是碰都没有碰。看刘海才发现，有助于你拿吗？不愧是。你到这边看不出来的话，真的是可能要去看一下眼科。真的脖子痛？那天不是真的脖子痛。因为我只是不知道要拍什么照，就只好先这样拍。这样的话，不知道绑起来会有多短。还看不出来哪不同。关心我的脖子，可是我明明就没有说我脖子。我如果说我脖子痛，我一定会说我为什么脖子痛。我会解释我为什么脖子痛。完美姿势。一般都我也看不出来。从现在开始好好反省。人生酸痛是没有脖子，脖子还真的没有痛。你的直男。这样卷起来的话就绑起来就有差，有剪层次，其实我没有剪层次，其实我没有剪层次的时候，而且我还没有卷，说，还是我就卷这样一点一点点一点点，好像我有卷一样。绑起来看起来就明显多了，还要绑起来才会发现。婢女偷看，婢女还看直播吗？必须要好好的参与活动，虽然我就是那个不好好参与活动的人，拼命花手机。发质看起来真的很好。可是我发现剪完之后下面一直打结，不知道是剪太齐还是怎么样。婢女是什么？我高中婢女没有去，就是我没有去，忘记为什么，反正就是没有去。
一整天都在看直播。那你看很久耶，因为很久那个中选举的话，好像是先怕卡到工作，所以就先不写不参加，然后真的刚好有事情，不然的话很麻烦。我直接省很多钱，费率很贵。前妻同学的故事，婢女又没有什么，就是见面，根本没去过婢女，那你蛮厉害的。去哪？就不是就去游乐园，然后去什么？毕业只有六个同学，太多人说什么毕业不要去，然后自己出去玩这样子，然后学校教官就说不行，你们没有去毕业，还是要来学校上课。大学没毕业，大学当然没有吧。大学不就是没有班级的一个东西吗？要自己出去玩。好不容易可以看到早上的直播。大学有班级哦。自己办的，大学都小团体，叫同学帮忙点，叫同学帮忙点名，真的是可行的吗？都不会觉得为什么同个人举了两次手吗？必修课还是会一起上哦。老师根本没在看。那举手谁会看到？不想想，管那么多。早安国树，出人名的严格，那这样很麻烦。谢谢傅伟的布，谢谢傅伟的剪刀石头，没有石头布。学长曾经帮三个人喊油，所以只要喊就好了嘛。那如果喊了没有听到怎么办？默默记人。一次定胜负，期末考一次定胜负。有点名的，想听课的自己来。大学放榜了吗？不告诉你。现在有几个人在线上？17个人。17人又跟上次一模一样，
有人要加入粉丝团吗？随堂测验，随堂测验，人变多，变多的不是粉丝啊，跟上次一样。工商时间，工商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工商，我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工商，可以送我剪刀石头布这样子吗？有没有升学证可以工商？还没有升学证可以工商。可以追踪我的 IG， 真的没有东西可以工商，真的没有。今天几号？今天六号。七月升学还没出来，七月升学还没出来，要先加入粉丝团，然后就会有红包。可以用我微弱的浪花送大家红包。已经买了，大家先把七月的省起来再送剪刀石头布，谢谢。七月的升学证先省起来再送。小卡 CD 还没过，小卡 CD 还没过是什么意思？送完请大家重进，才不会一堆特效是吗？我帮你解释，才不会一堆特效。晚点公布也好，七月要花超级多钱，为什么？为什么要花超级多钱？信我要买很多人的升学证。冷却时间，冷却时间。成人的手，成人手的剪刀石头布。八月现在有什么公布的 ？Mini Concert， 造谣哦，原来是其他团的东西。好，我懂你，信伟。现在是透着讲的，剪刀石头布。我等下又要按到系统跟我讲说，系统忙碌中，请稍后再试。我就好，等下再试。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吗？不是那个意思，我以为是我知道的那个意思。想到拍立得，不就是那个意思吗？每周都有拆解快闪，谢谢透露奖剪刀石头布，就算拍人你也只会买一个人的，没关系啊，你买全员的我也不意外。抢红包！我的阳光现在几个了，我自己也不知道。前几天，并有抽这种包装。就是我以为的你，你以为的那个意思。我可以猜到我开心为止。操作频繁，我觉得这次今天胜的几率好像比较大吗？没有，好像没有。我发现我赢不了透露奖。哦，好像有。今天看到胜的次数好像比较多。操作频繁，我就是要按。一次按完。
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很幸运。哎，他卡住了怎么办？尴尬啊，没事。哎，我觉得我今天好像很幸运。哎，他卡住了怎么办？尴尬啊，没事。哎，他卡住了，他卡住了，网路网路，休息一下。现在胜率有点低，是吗？我以为好像很幸运一样，可恶。我以为我好像很幸运，我没有比较幸运是吗？是不是会累？该去比猜拳才对。你代替我，你数字君代表去猜拳，输了就打你这样子，输了他们就打你。他现在不让我快速的按猜拳。欸，我以为我今天好像比较虚。操作品，我觉得我刚刚好像一次点太多，然后他就直接卡住，他没有想要理我的意思。他俩看到网络不稳，网络不稳就要先休息一下，胜率才准。不知道五分之二，按回猜拳会卡住吗？不会卡住吧？会吗？是我点太多下来，点起来，我大概连续看到十个屏。看来都是假象，浪life 这都是假象。胜负负不管，我要一直按完，在网络不顺的时间。他有没有感受到萤幕一直在晃？是不是我按太大力？卡住了，卡住了。猜猜猜，哎，怎么还有其他人送？谢谢金佑，谢谢坤坤，我刚刚没有讲到谁，谢谢阿星，看一下，谢谢花生跟透奖，还有谁？全部都是透奖。网络不稳，可恶！拉到平均胜率，刚刚卡爆，刚刚系统直接卡爆，浪就是不能说，不然他等下又要让我GG，他等下又让我GG，尴尬。不能说太多坏话。别再敲我了，受不了。我最近大概喝了三天的 Fin 吧，昨天前天也是喝 Fin， 今天也是喝 Fin。猜拳中还敢说？我没有说啊，我刚刚没有说。浪就是棒，是不是？他们其实有监视器，有多画面的监视器，这样他都知道我在说什么。谢谢傅伟，谢谢阿信，说到做到。其实我一直有个想法。假如说你们的目标是让我进种子选手，然后你们不怕我一轮游的话，那就要在第一回就进，不然第二回的话就清空。
那个幸 lucky 就会清空。你送的都没赢，你没赢，我没赢，我没赢。现在阿奥讲的剪刀石头布 MVP 吧 ，MVP 要到9月，不想要比这么久。虽然也是，就是 MVP 的话就不用猜拳。一轮有感觉很羞耻，要羞耻也是我羞耻，不是你们羞耻。先别力气，那就是猜拳有趣的地方。结果 MVP 还没猜到拳 ，MVP 没猜到拳 ，MVP 抽签然后没有抽。然后抽到12位这样子，然后就还是尴尬这样，一拳都没有，我会被打，我被粉丝打，终止一轮游直接哭出来，反过来想，一轮就进拳吧。我不要，我不想。不然什么时候可以先让我知道？先让我知道我跟谁比，然后我先去套他的套路，我先套一下他的套路。只是通常这样的话会越来越衰，你知道吗？通常你先去套别人的套路，然后你以为你抓到了，结果发现实际上你还是没有。没猜到全。一回决定胜负，有没有进选拔的种子选手？不要跟 Miso 做一样的事情，被套路的套路。先背起来，谁的第一拳会出什么？结果发现他那一天出的不一样，就尴尬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对。单纯就是运气。今天中午要吃什么？刚刚早餐吃了麦片。差点倒掉。缘分早尽。自己弄得很久，先跟他说我要出布啊，先跟他说我们比剪刀石头布，然后我每一次都出布，然后那一天他就会出剪刀，所以我要出石头，是这样的概念吗？就他那一天忘记这样子，可恶。谢谢花生，这是刚刚的吗？刚刚的特效还在跑。我把副牌里面放小动作，期待服装。说要出剪刀，结果诗雅当天忘记。诗雅不是说他要出石头吗？他跟我讲说他要出石头。谢谢红包，然后我们还帮他就是演练了一下。他说石头，然后结果假如说粉丝出了石头之后。那他就要这样，这样他就会输了，这样陈思雅就会输了，就不会有尴尬的问题。
剩下自己初步。灵机应变，第一次猜拳还要想办法猜出粉丝这样，演练输的部分。不然的话很问号耶，超问号，你赢了的话超空虚的。看起来你没练，雨林变成反应很快，其实我自己也是演练变拳，他自己也有讲好是。空中变换手势。发现情况不对，立马好了。你都这样吗？这样子，慢出一点点。谢谢无送的布。合理。平手胜，虽然我输了，可恶，负，尴尬，好像有点微妙，诶，负胜。胜，好像微妙，微妙，半路变成，我大概想办法先说好，这样我就不用变成，我反应不太快，反应不太快，所以我可能要先想办法先出剑刀。谢谢副尾石头。都会想猜，想办法猜数也是蛮厉害的。先套招，先。最后一次直播有时候会出什么，刚好那个人有看直播这样子，没看就尴尬。终于赢你了，终于！谢谢安娜，早安。老师会看谁决定要不要 K。好像也是，看一下人再决定要不要 K。但女犯就是百分之百，可能百分之百。99%，让他赢，然后男生就是50%让他赢这样子，笑死！副委好像，嗯。
要先撑过其他粉丝。80%，80%让你赢。就我当天的心情是那20%，那我就让变成。你超怪，你不是绿色，会不会哪一天就是了？50%就正常猜拳，50%就是没有套哈，没有想要套的意思。信伟从橘色变成绿色的，透露奖，透露奖，透露奖，很棒，透露奖很棒，50%老天决定，赌20%的几率，赌20%的几率我会不会变全？然后你自己变了，然后就尴尬。求生意志强烈，打不死的信伟，打不死的信伟。也是爵哥，阿欢要吃香菜。午餐，你们大家其实都是午餐。没关系，我知道有几个不是就好。知道有几个不是就好。信伟开始带风向，信伟就是那个一开始的恶源头，源头就是信伟。开始变了吗？乱源，综合喵喵乱源。都不把拍立得的钱省下来，买一身写真。对不起，你对不起小青，对不起刘小青，他又要走心。带风向。安娜，安娜，再见。安娜去找其他人。头目就那么容易，头目走心。头目下次信文再穿那件来的话，他就直接叫他脱掉，叫他拿去垃圾桶丢掉。走心先的，他下次走心我就先拍起来。橘绿配，谢谢阿米的石头。说他觉得林一很可爱，对啊，你们现在的借口就是因为他有追踪林一的 IG， 所以你们就可以做这种事情。我都知道你们在想什么。等走心现动，都等走心现动是吗？都
我是杰哥，我都帮你们想好了，都帮你们想好了，是因为他有推理，所以我才去看一下，才想说去支持一下，就去了，不是吗？洞悉这一切，粉丝的一百种理由，粉丝的一百种理由。谢谢贝卡的真情告白。你们这些臭假的数字君，浪的一百种理由。你们的套路不是套路。米娅不是也有追踪吗？数字君也错，数字君有分真的数字君跟假的数字君。假的部分，国术是假的。Hello， 简简，不发限动的不怕。就去看一下那个追踪有谁就知道了，看一下他的粉丝里面有几，粉丝追踪数里面有几个是粉丝，哈哈，有几个人有按赞。你觉得可以？你觉得可以？前真选生我只服Mia，没有开玩笑。喜欢玉文，喜欢玉文。专辑在 TV， 不要放弃你。安娜感觉很容易就是会掉进那个洞里。中喵有借口，中喵有借口，中和喵喵的借口。一零部的跟零一分的。跟米饭没有很熟，我只知道玉文。谢谢金柚的石头。不会。米娅推荐，米娅推荐。没有靠近那边200公尺过。一开始不知道有几个人说。哦，我从来没有去过，然后就去了之后就回不来。假的来了，国术来，假的国术，假的国术，国术不是长这样子。给了他们一线生机。假数字君出现，假数字君就是不买生写真，假数字君就是不买生写真，都是假，这样都是假的。中浅四八，中浅四八型，这一点我佩服你，佩服国术。谢谢何恩的布。原来都是假的，探勘敌情什么的都是假的。我的穿洞贴布不粘了。都看在眼里，我服你这一点就好。学术研究，先让你们安静，先让你们安静下来。
有没有看错？没有看错。也在避雨。Hello， 你好。字数太，我没有找到那种东西，看来是没有那种东西。吃夸奖不吃夸奖这一包。在找黑人呢，我在找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你们自己消失。你们自行讲到你们可以直接消失这样子，好像没有那种功能，是不是应该要有这种功能，比如说提到哪几个字就会消，你就直接消失。没有这种东西，好像我还要自己按，很麻烦。讲到关键字就爆炸，对，讲到关键字自己就爆炸。快点让你们可以自设敏感词，对啊，可以自己设吗？不能设是不是？怎么没有这种功能？还没有这么先进，看来我真的手动禁言，手动禁言，大概过，看过10分钟的。10分钟，不知道，2个小时好了，设2个小时。出现你会没办法进入中直播间。想截图，没有什么好截的，很尴尬。安全地带简直是榜样。对啊，我发现看到那几个就是想要直接先关掉这样子。阿华是吗？阿华不是，阿华是吗？阿华感觉很。Hello Skyline， 阿豪为什么感觉说的话也很像有关注？先出声，谢谢 Skyline 的石头。对啊，我眼睁睁看你们聊天，感受一下。就那几个吗？原本就锵锵的，他说的很像他也是其中一员。待观察，这样待观察的一员。扩大共犯组织，你不要以为你扩大我就不敢退。谢谢傲强的剪刀。扩大还是有可能，扩大我还是可以，就只是多了一点。十只手指还数得出来，是不是要先开始实施？不然你们好像没有想要反悔的意思。
先慢慢的试试。我看我等一下可以关几个好不好？我们到十二点，到十二点我看我可以关几个，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留言非常的干净这样子。吃饭了，当然是还没。禁言。到了测试时间，我们先试看看。我一直碰荧幕，感觉看没有，我在看你们留言。抓人出来，抓人出来！现在大惊喜，大惊喜！看一下，看一下，左边眼妆比较重，有吗？我觉得好像差不多。没有，我现在先看留言，看留言没有奇怪的想要。互相报平安。表示清白。有贴双眼皮贴，我没有贴双眼皮贴。姐，不用，我从现在开始看，从现在开始看。有一种是卖别人跟被卖的人，两个都会一起，大家一起想卖谁，你自己也一起，快点，可以卖，开始卖人。共同关系，共同关系，一起。大家突然很冷，大家突然不想讲了。刚刚明明大家都卖得这么凶，对不对？大家刚刚明明大家都卖得这么开心，在等你们自爆。先按猜拳，倍速成长。然后我等一下就忘记我刚刚按了谁，看一下看一下，我等一下按忘记关回来这样子。现在是阿信的布，怕被盖布袋，偷所有人一起死。要记得解，我会解啊。大家就关那一次直播之类的，看我心情。
洗瓶救场，那场是去看 TP 的。那之后，那之后，重点是之后，我来看一下。洗瓶救援，洗瓶救场。无助感，没办法讲话的无助感，居然还在。船长，船长是第一次出现。听说他们要去高雄，刚刚怎么突然黑了一下？刚刚没有按好啊。下次要提供不在场证明。画面黑是不是怕被骗？从没去过，从没去过。关键字，关键字。这好像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你好像被禁了，对，你刚刚被禁了。测试一下，测试一下。高雄人可以下手。杰克没去过，没有赏月，可是女仆咖啡厅呢？女仆咖啡厅就那样，不是吗？就是去吃饭。贵死了，都拿来买生鞋子。信伟说不了话，这个也先闭嘴，不行，这个我不喜欢。谢谢 Skyline 的布，KB 不止吃饭是吗？看完月下以后更喜欢 TV 的怎么办？这个有待观察，这个有待观察，这个真实性需要考核一下。我又让谁出去？我刚刚让谁出去？忘记了。谢谢凹奖的石头。没有，我说我十二点就下班。看起来现在好像蛮正常。猜个拳，猜个拳。现在好像，哎，我赢超多也没有，假象。嘿，在杀，谢谢 Skyline。
伟，傅伟刚刚出去了一次，他是不是还没有感受？这个人还没有感受到。今年后还能送礼吗？秋季应该是不行吧。体验一次。有一些都是常客，不是吗？时间太短，我觉得应该是时间太短。信伟还在外面是吗？等一下，我想一下，不是很记得。欸，信伟在外面，信伟。眼睛也这样做。背景也要想一个办法是吗？体验北京，有人想要体验一下，可以送你出去。现在丢礼物的都是北京人。中十倍大奖。立一个纪念碑，现在两个伟，信伟跟傅伟，可以按按看纪念，帮你完成这个梦想，体验一下。大家一起体验。傅伟第二次，他没有在反省的问题。伟字的容易浪。胜幸福差一个，胜文出去。胜文现在不讲话了。这样平安静阿华比较刺激。志伟也有去看。志伟哦，志伟是那个吗？阿奇推。志伟好像有，哈哈哈哈。阿华说他要出去啊，那是不是要等12点？反正只有一起啊，一起回来。原来进也长这样，你还开小灯进来。国硕卖人不眨眼。体验完记得缴一个猜拳当费用。较伟的都不适合当 TP 的粉丝，是不是？其实他们已经谢谢傅伟的掌声鼓励。终于感觉快了。终于林狗怎么还在？他们很会装。努力要回来说话，没有，还有10分钟，大家都很棒。为什么林狗还在？禁言体验，被 ban 游戏，你也可以选择被 ban。
开始卖人。志伟 po 文，交保护费关心，感觉到说话的人变少，因为那些喜欢迎战一起来迎战。消失了。为什么要笨人还可以笑得这么开？没有啊。看你们不能讲话，不能讲话，但是还可以看画面的感觉也是很不太一样。贝贝是连画面都看不到，体验返校真实场景。原来还能看画面，这只是不能讲话。谢谢信伟的好忧伤。信伟就是。没有打算反省的人，他等一下回来，他就会理所当然的在开始讲借口，就是干脆不要跟我讲借口就好了。有苦说不出，谢谢阿华的看好你哦。继续。游走边缘，阿华游走边缘。现在副委的魔法棒，戒严时期。不是啊，就是前面都好好的，前面都好好的，你就好好的专心聊关于 TP 的事就好了。为什么要自己找办法呢？自己想要开启修罗场，那我就强制让你无法开启，这样就好了。肌肉快干了，快关了，对，快关了。好好的说话，现在有19个粉丝团，是盛文的锅。有的人很喜欢修罗场，我也觉得你们很喜欢修罗场这个东西。
志伟可以变。哎，志伟出现了耶，我们来看看还有什么话想说。谢谢林果的柴犬哦，谢谢。有人以此为乐，对，太多人以此为乐。其实不怎么健康，为自己制造修罗场。我哪有那么坏，他什么话都还没讲。等下12点的回来，12点的回来，如果再被锁，大概就下一次我开应该也不记得。谢谢假期的食虫，谢谢在外面的傅伟，嘿，快200声了，还很久，大概再拆几个还是没有声。谢谢阿奇亚的新资管。手动节还是可以定时，当然是手动节。大家开始送新资管，我看不到留言，忘掉那些浪子，我直接。每次他们都没办法讲话的，求情。谢谢大家的 sky， 不是大家的 skyline， 谢谢大家的心之馆，谢谢灵谷，好像有变高，刚刚好12点吗？12点了吗？这是探监的。这不是很有趣的吗？变人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变了谁？200声。谢谢大家的新之冠。群体复活，被撤了，但是之后再被就不太好说，大家可能礼拜五也不会记得，没有人提醒我，大概不会记得，就像我刚刚滑出去之后，我自己也忘记了一样。都市传说体验，不过还是要进去。谢谢何恩的幸运四叶草，各位要好好说话，不要自己营造修罗场。我最讨厌的就是自己营造的修罗场。谢谢我的布，开始发红包。看一下现在有几个人，现在18个人，少了一个。谢谢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找借口，这个罪犯，这个罪犯。系统先开始，我们先等系统发放，然后它发完，我们再考虑一下。加重处分，下次就2小时这样子，过完2小时。先跟大家，先跟信伟说再见，我们下次见，信伟下次见。剪刀石头布。谢谢怀的新之冠。让管家温馨提醒你，您已直播3小时，我直播2小时而已啊。过完2小时我也忘了，过完2小时还是没有开这样子。他帮我多加1小时。我怎么知道他说我播3小时？我是有先播是不是？谢谢您的忧伤，谢谢信伟。信伟不讲话真的是，信伟不讲话就是一个很好的粉丝。谢谢玉安的撒哟呢，谢谢你好多个忧伤，我相信你不没有很忧伤。幸好不讲话还会送礼物，系统提示是骗你的，骗他，可是他消失了，他在好久之前，所以那个是账号。哦，这是账号耶，好酷哦。真的会很忧伤，没有什么好忧伤的，害我的留言卡住。有一个人叫系统提示，弄得像真的一样。谢谢傅伟的 love， 都没有想要去中奖。先不要。想要提升中奖率，想得到取这种名字真的是蛮厉害的。系统提醒，有种被禁言的感觉，不能讲话真的好难过。谢谢乐，想要去中奖，大家想要去中奖。谢谢阿奇拉，哈喽咪手手，午餐吃什么？不知道耶，看
星期。这边会提高抽奖几率。刷存在。哦，20个人，那我可以发。我可以发，大概有人想要加入粉丝团，不然我要发发红包，在那个他还很忧伤的时候。嗨嗨。谢谢台北詹先生的玫瑰。发红包了吗？要发，我发。我今天觉得绝歌神，在 TP 修罗场我是没有什么感觉啊。大家开心玩，想要领你的红包，我要发哦。有人想要加入粉丝团，谢谢傲讲的 love。看一下在哪里，这里。开个网页粉丝来，我要放。我自己抢，自己抢自己的红包。TV 还是最重要 ，TV 当然是最重要。抢了20几，为什么只有9个？可恶！谢谢。是不是自己抢不到？对，你没有粉丝团的话。等事先阳光再来加。TV 内继续修罗，9是最低，好哦。你最大包，指定跟观众说，不能，网页版不能。谢谢无的花枝精粹，可以抢哎！我抢到10个，自己发的是所有人都抢得到是吗？可以摆脱粉丝团，有没有用过网页版？没有用过网页版。我都有 APP 的，为什么要用网页版？谢谢博汉的新之冠，谢谢新伟的蓝色硬棒。只有他本人，其他还是不行。脆脆的剪刀石鼓，谢谢 love。 大家都在谢谢红包，
抢不到红包，送剪让你有可以送剪刀石头布。可恶，平手，平手。谢谢贝卡的剪刀，谢谢夜市冰泉的绚丽皇冠，那是什么很厉害的东西？谢谢博汉的新之冠，说什么？说什么话？谢谢傅伟的剪刀石头布，送了一个超级皇冠。对啊，那是什么东东？超级皇冠，绚丽皇冠，字太大太满，是不是借口呢？是不是呢？谢谢星之冠，谢谢星之冠，提高中奖率。他想去陪信伟，信伟需要一个朋友。谢谢贝卡的剪刀守护。故意打错字。拘留所过夜，信伟要有朋友了吗？信伟想要有朋友，信伟还有在看直播吗？信伟需不需要朋友？给了你一个蓝色应援棒，我们一起去，你们一起去外面，一起去外面。讲话，米索，讲话，米索索。讲话。谢谢综合喵喵，没说讲话，他们只能在赖讲话。谢谢夜市冰泉的剪刀石头布。好了，他已经出去了，大家不要再叫他讲话，他没办法讲话。我们先跟米索说，谢谢米索。觉得信伟非常需要你这个朋友，就先让你出去。谢谢米索。米索有囚犯服装。
开分身来，你手 shine。自备服装，谢谢 Skyline。快闪才穿囚犯服装，那他有赢吗？他有赢吗？他没有赢。米索索来应援，Hello 米索索。这么快就用到道歉礼物，是不是送？要想一下，考虑一下。囚犯一轮游，一轮游是不是？囚犯一轮游。这是进多久？不知道哎，我考虑一下。输的比你还快。剪头发了，对，我剪头发了。虽然没有什么人知道。哦，先回猜完。负。现在五分钟就被射了，反正我也一直在荧幕外，没有啊，就是其实大家也看不太清楚。跟生人负，狗叔去帮咪手买碳煎水果。粉丝团加起来。中午好，哈喽你来了，哈喽我来了。20分更生人。谢谢信伟的掌声鼓励。欢迎信伟去跟小琴说。今天你的经历，今天看到几点？今天看到12点啊。不要再犯！谢谢咪手手的乐，谢谢怀的心之冠。大家现在都要送心之冠，写个感想文。住在月坑里，被人一欺负的感觉。没有啊，教徒为什么会被我欺负？不要来这边就不会被我欺负。一个披萨给所有收件的人。谢谢咪手手的 love。假的数字卷，他是假的数字卷。谢谢 Wilson 的心之冠，各种牌里的
对啊，我都知道，其实我都知道，只是在等你们来找我修罗场，我就可以把你们消失掉。只是没有逮到机会。计划通的部分，只是在找时间而已。怀怀，你有拍的，我知道你有。对，我等待他自己来。拜拜，杨雄。谢谢贝卡的新之冠。陪家人去宜兰玩，可以豁免哪一部分？当然可以去宜兰玩啊。谢谢咪索索的 love。排什么队？谢谢何恩的新之刃。看我今天可以再收集一些人，我再下播。排什么队呢？怀怀说话，怀怀说话。收集，然后我就可以下今天的业绩到了。谢谢林一不客气，谢谢阿辉。怀怀不解释。在哪里遇到社文？可以说一下。这出就缺业绩。西门附近吗？我知道的，我知道。在等。在哪里排队遇到吗？你要讲清楚，讲清楚。西门萨利亚。
有人付诶。通常喵喵没有在外面啊。现在有两个说法，一个是握完手就去练球，一个是握完手就去沙里。不在场证明，大家开始做不在场证明。真是的，大家为什么要这样拐弯？你可以说实话。还是我等下次，说不定下次大家就会忘记。大家现在太有警觉性了。现在警觉心太高，没办法抓到。互麦通，大家一起麦。幸好你很专情，谢谢嘎嘎，嘎嘎画的图很好看，非常的喜欢。偷偷按了点收藏。不能按赞真的是太痛苦。谢谢枫叶，下次看来只能下次了，下次看大家会不会有失忆这样子。我要等大家开心讲，开心讲。会不会收留嘴？好，我说不定下次就会收留嘴，就是可以差不多可以出去了这样子。我要来念今天的排名了，各位。今天的第十名是贝卡，谢谢贝卡。第九名呢是傅伟，谢谢傅伟。第八名是林果，谢谢林果。第七名是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第六名是信伟，谢谢信伟，耶！信伟应该从来没有送这么多。第五名是奥奖，谢谢奥奖，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四名是 Skyline， 谢谢 Skyline， 谢谢 Skyline。第三名是阿信，谢谢阿信，谢谢阿信。第二名，第一名是 Toro 奖，谢谢 Toro 奖，谢谢 Toro 奖的剪刀石头布，谢谢大家的剪刀石头布。因为今天好安静，太安静了，安静到我觉得非常的神清气爽。谢谢各位，谢谢，谢谢草莓酱的告白气球，要付过才能够保释。谢谢 Misoso 的 kiss 啾啾。以前也是送很多，直到他哪天再也不买，森雪真的扣打变少了之后。拜拜各位。
大家。拜拜。欢迎大家。辛苦了。我都有拆完吗？都有拆完。拆。拜拜各位，现在我眼睛也长肿，我的眼睛是盯着你们的每个线索。拜拜各位，叫一下信伟吧，信伟先可以先去其他地方啦。拜拜，记得吃饭好哦。